好。这个是踏鲁吗？这个不是泰鲁啊。嗯，这还引着了这玩意儿。这屋里面不能放踏鲁吧？不能呀。啊？老爸在这里面睡觉了，这不会中毒吧？啊？他就是冷才拉进来的，我天，这怎么办？去那屋睡。啊？去跟谁睡？跟他老婆睡啊？就是跟晨晨的奶奶睡。今天晚上煮的稀饭，六点饼，吃点咸菜，啊。妈耶，你让我不能放炭炉哦，会中毒哦。放的啊？没事，把这炒子打开来的。不会中毒吗？啊，饭是。啊？怎么？你这窗户开着了？炒子我打上台子看，拿点。这个啊？拿点。行不行？你这咋搞？那每天五里打吗？推开来了。推过来的。推开了，太干了冷啊！啊，冷不冷啊？这牛这这太近了，你走了，这透湿就行。透湿，你这胡子该刮刮了。不刮。啊？老啊，后面少啊，还跟这个那个后面。哦，但是留长一点。啊，对。啊？对。这么干净这玩意？干净。哎呀！干啥？这米饭好好呀，你看。炒过熬出来的，这不是稀饭。今天晚上就吃点稀饭，就咸菜。大馒头，哦、黑白配的饼，我天。你说什么？这合体了吗？合体了。嗯、这两这个娃娃，晨晨。找他爷爷了，这个找他爸爸了。你说这叫我哥呢？完了，看你带谁的俺物这么大呀？我们家都好了，看见没？晨晨是一到晚上就烧，白天他就还好。嗯，一到晚上就39度。我们家都好了。过来投给我。你们都好了吗？我们家都好了，基本上都好差不多了。是羊的好了吗？对，就是羊。你过来投给我试试，晨晨。晚上还烧不烧？你说呢？晚上会烧，白天就不烧。灭了。我是在想着再添一把的，因为饼放进去了。晨晨过来，晚上我会擦料，会窝料。我不会呀。会尿床。那你不是也没练成吗？你处处跟我比呢，你多大我多大呀？你也不准也不想着那个啥比，不切实际的比。赶紧待会找试卷给你写，帮你这两天没上的给补上来，行不行？晨晨要不要考大学？要不要考大学？刚才有个满分的数学试卷呢，他偏不承认是他的呢，一下给我气扔火塘里面了。他的意思他不想要满分。我们家是六口人，现在全都好了，你们都好了没？应该都好差不多了吧？我们都不烧了，现在啊。嗯，就晨晨还就晨晨还有点烧。就晨晨一到夜里就烧。嗯，其他不烧。啊？你敢？你也不敢啊？我就喊他们吃饭了哈。吃饭喽，就煮点稀饭哦，起来喝稀饭喽。啊？我给你3秒钟时间，快点，快点，就你最喜欢喝的稀饭那种，黏黏的、稠稠的，快点。哎，妈，吃饭喽！啊？稀饭了，喝点，起来喝一点。
啊，没能穿着。快清淡的稀饭，扔个坨坨的，不吃啊，不吃。快点哦，那一脚的包姑娘，我盛给你。不盛啊，不盛的包姑娘吃了。要故意喊你装包姑娘的。看电视啊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上去，我上去看看王爷。哇，这炭炉，那起来吃饭了，饭来张口啊，少爷，我喂你啊，我盛给你啊，端到你床头啊，不用，少爷，行不行啊？不用，一天天的，不知道是看书，天天玩手机，别吵，坐下，你看书没有？没啊。能不能？不能。啊，不能。这个有没有用？跟空调似的吧。嗯。快，可以吃饭。啊。哎，你吃饭了。老姑娘，不吃有着呢。老姑娘。不吃啥了，吃吧。李处长。我不吃。啊？我吃了。你也不吃。快点，起来喝点。你怎么话了？稀饭。洗了啊！然后我就喝一碗啊！然后就喝一碗了。稀饭就喝一碗了，起来。这满屋不挑的，我洗脑袋。来，吃饭，王爷。手洗了没有？没。啊？没。这饼好不好？我的。嗯，好。这还有饺子呢。你也想要吗？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。我们没这人，我们没有在家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不吃饭吗？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。风轻抚着脸颊，这是爸爸说出来，爸爸来穿，妈嘞是多了，爸想要吗？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，这个老大爱找什么呀？中国乐队。